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摩根。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啊！新英雄盘古已经曝光有一段时间了，这几天又加强了一次，本身已经是 AD 射手们的噩梦了，这次的加强估计让射手和 AD 更加头痛。首先就说一下这个被动，更赖皮了啊！斧头状态击中野怪和小兵的时候，不再消耗斧头耐久度了，只有打英雄才会消耗，大大提高了盘古的清线和清野能力，不会出现清完兵斧头也磨没的情况，那时候打架很困难，也放不了大招。一技能新增效果啊，斧头状态第二段冲撞敌人的时候增加 10% 和每级10点的攻速，也算是一个小爆发了。大招也增加了一个非常赖皮的设定，本身斧头状态二技能是缴械，对吧，让别人不能平 A， 现在大招命中英雄小兵野怪包括大小龙都可以缴械，这后排好像直接废掉了啊。跟随队友打团战的时候，一个大招蓄力一批，五个人全部都不能平 A。 法师还好，让射手和平 A 流战士怎么活呢？自身二技能两秒缴械，加上大招的两秒缴械，一共4秒，四秒内不能使用普攻打人，真的难受啊。不过这两次的改动，盘古不适合出纯暴击了，被动流血不能暴击，出暴击装的性价比会很低。摩根弟弟呢，在体验服把装备都试了一下，盘古带百穿，出半肉攻速穿透是最强最实用的，伤害高的吓死人，能扛能打，一个大号团战启动机啊。只要活得久，双形态的人物机制，就算典韦和吕布来了，也是给他们揍得毫无还手之力。四秒的缴械教他们做人。盘古残血的时候，利用二技能的加持，斧头全都双形态都可以大幅度吸血，根本不用回家，所以铭文就带百穿就可以。输出装备不用多，尽量肉一点。二技能不仅仅可以缴械，还可以减速吸血，很棒的神技。盘古这个英雄不存在输出不够的，斧头状态下的普攻可以持续让敌人流血，名刀在他面前变得非常鸡肋，并且也可以让防御塔一直流血，拆塔速度也是相当快啊。盘古会在2月19号当天上架正式服务，和玄武麒麟一起上架，明天会上架很多皮肤啊。关于买皮肤这个问题我说一下，现在很多人在群里或者各种地方喊的皮肤打折，什么85折88折的这种卖皮肤的，大家注意了啊。当然了，不是说全是假的，里边掺杂了很多骗子，大家尽量在官方途径购买，不要贪图小便宜，回头被骗了就不是那几十块钱的问题了啊。今天就有很多小伙伴私聊我说被骗了，买的武圣兽3件套给了人家钱，然后很多人一起买的，中午的时候人家直接收网，群都解散了，这钱直接打水漂了，不是钱多少的问题啊，关键是难受啊，谁大过年的想被骗一下子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谨慎点，有人还就缺这点钱，没办法。最后摩根弟弟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多出去转转开心一下，不过要注意安全哦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